欢迎来到美厅。苔丝，守住底线才能守住人生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洛德·西蒙曾说，苔丝是19世纪英国文学的一颗明珠，奠定了哈代在英国乃至世界文学的地位。英国作家托马斯·哈代被誉为英国小说家中的莎士比亚，英国小说家中最伟大的悲剧作家。苔丝讲述了美丽纯洁的苔丝不幸被杜波威尔玷污，婚后惨遭丈夫克莱尔抛弃，后因杀死杜波威尔被处以绞刑的悲剧故事。书中三个主要人物苔丝、杜波威尔、克莱尔都未能获得幸福的人生，抛开时代因素，也与他们没能守住底线有关。桶无底不装水，人无底则无品。底线是做人的根基，是退无可退的最后一道防线。底线失守，人生崩溃，守住底线才能守住人生。一，不丢尊严，守住希望的底线。苔丝出生于一个贫苦小贩的家庭，家中还有六个年幼的弟妹。酒鬼父亲突然被告知是古老贵族杜伯维尔的后裔，开始得意忘形。夫妻俩决定让苔丝去一个富裕的本家攀亲戚，以期得到经济援助。因此羊入虎口，苔丝不幸被浪荡公子杜伯维尔侵犯。他依然选择回家，生下一个婴儿，不久夭折。两年后，苔丝外出到挤奶厂打工，结识了牧师的儿子安琪儿·克莱尔。两人深陷爱河，苔丝多次想把过去的不幸告诉克莱尔，但是始终无法开口。他写了一封信塞进克莱尔的屋子，却塞进了地毯下面，克莱尔并没有看到。新婚之夜，他的坦白换来了克莱尔的遗弃，克莱尔抛下他远走巴西。娘家已无安身之处，苔丝被迫再次外出打工。穷困交加之际，杜伯维尔又来纠缠不休，苔丝写信向丈夫求救，却音讯全无。这时父亲病故，家人流离失所，心灰意冷的苔丝只好回到恶人杜伯维尔身边，让家人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。苔丝曾被杜伯维尔侵犯，也并不爱他，但丈夫杳无音信，她又负担着家庭的重任，在绝望之中做出此举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她出于自尊，没有向克莱尔的父亲求助，却禁不住杜伯维尔的诱惑，丧失了更大的尊严。她万念俱灰，看似是对恶人杜伯维尔的妥协，实质是绝望中的自我妥协。不久，克莱尔归来，表达悔恨，请求复合。苔丝心灰意冷，彻底崩溃，认为是杜伯维尔让他第二次失去了克莱尔，便杀死了罪魁祸首杜伯维尔，因此被处以绞刑。若能守住希望的底线，再坚持一些时间，或许就会迎来生活的曙光。对于苔丝来说，他没能守住希望的底线，最终走向了那个令人叹惋的结局。而生活中也有一些人为了满足欲望，不惜丢掉尊严的底线，为了华服珠宝，宁愿强颜欢笑，也不愿勤勤恳恳去奋斗；为了官爵名利，甘愿卑躬屈膝，也不愿堂堂正正去努力。明明是自愿放弃尊严，却抱怨现实太残酷，自己身不由己。欲望人皆有之，满足欲望无可厚非，但是打破底线，牺牲尊严，不是明智之举。孟子言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越是处境艰难，越是诱惑巨大，越难经受住考验。只有自强自立，不丢尊严，守住希望的底线，才能获得明媚的重生。二，不耍心机，守住良心的底线。杜伯维尔是个家庭阔绰的独生子。遗孤父亲是个暴发户，迁居后改头换面，冒用贵族姓氏杜伯维尔，成为名门望族。母亲是个瞎子，对他疏于管教，放任自流，因此儿子风流成性。
第一次见到苔丝怯怯地站在门外，他为其美色吸引，邪念顿生。他不安好心地让他来家喂养家禽，在去接苔丝的路上故意策马疾驰，趁机索吻。之后他有意收敛了一段时间，小心翼翼，逐渐削弱了苔丝的戒备和反感。一个周六，苔丝去赶集，等女伴等到很晚才回家。途中，杜伯维尔的一个情人出于嫉妒与他发生争吵，苔丝遭到女伴们的围攻，杜伯维尔骑马过来英雄救美，苔丝顺从地跳上了马。那天深夜，杜伯维尔趁机在野外侵犯了他。几年后重逢，杜伯维尔正在传教，打算改邪归正，可是见到苔丝的刹那，死灰复燃，他彻底放弃了心血来潮的牧师工作。他想和苔丝结婚，得知苔丝已婚，丈夫不在身边，就不依不饶地继续纠缠，一边对苔丝及家人大献殷勤，一边劝他对绝情的丈夫死心。苔丝的父亲去世后，一家人走投无路，他趁虚而入，诡计得逞。不久，苔丝的丈夫重新归来，绝望的苔丝一怒之下杀死了他。杜伯维尔贪恋苔丝的美色，为了得到她，费尽心机，不达目的不罢休。第一次强行占有，第二次威逼利诱，全然不顾道德良心，只顾满足自己的一念私欲。苔丝在他眼中不过是一只弱不禁风的笼中鸟，可以随意把玩于鼓掌之中，谁曾想最后却葬身于他手中。正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误了卿卿性命。现实中不乏为了获取成功耍弄心机罔顾良心的人，表面与人为善，笑脸相迎，背后却使绊子捅刀子，表面埋头苦干，实际敷衍了事，为了上位不惜把别人踩在脚下，在他们眼中励志上良心何用。可是失去良心约束的人，终究逃不脱被人唾弃的命运。昧着良心耍弄心机，看似走了捷径，其实失去的更多。守住良心，才能笑到最后。作家石沉金说，一个人无愧于世，不如无愧于身，无愧于身，不如无愧于自己的良心。清白做人，干净做事，不耍心机，才能无愧于自己的良心。三，不伤人心，守住感情的底线。克莱尔是上流社会的出身，父亲和两个哥哥都是牧师，三兄弟中只有他没有获得大学学位，因为他宁愿从事农业，也不愿意做牧师。他到奶厂学习，遇到了前来做挤奶工的苔丝，家里已为他安排了一门门当户对的婚事，克莱尔却为美丽纯情的苔丝而倾倒。在他坚持不懈的追求下，苔丝克服了内心的惶恐与自卑，答应结婚。新婚之夜，克莱尔首先坦白了自己的荒唐经历，苔丝大喜过望，坦诚过往，因为他们的过错性质相同。可是克莱尔却无法原谅，选择与新婚妻子分道扬镳。克莱尔远走高飞之前，自以为做了妥善安排，他一共给苔丝留下80英镑，而且写信告诉他，如有急需可以找他父亲求助。但是苔丝先后给了父母45英镑，自己所剩无几。冬季来临，工作难找，他几乎身无分文。出于自尊，他无法向未曾谋面的公婆求助，困境无人知晓。唯一让他苦苦支撑的动力，就是期盼丈夫回心转意。偏偏丈夫出走1年多，没有传来只言片语，满腔深情渐渐变成了满腹绝望。等克莱尔终于回心转意时，一切早已面目全非，无法挽回。他陪着苔丝逃亡，一起过了最后6天心满意足的生活。他们的爱情悲剧令人唏嘘，但何尝不是自己酿成的恶果。
如果说杜波维尔夺去了苔丝肉体上的尊严，克莱尔则夺去了他精神上的尊严。看似思想前卫的克莱尔，因为固守的愚昧思想，葬送了一桩幸福的婚姻。一段感情的维系需要双方的努力，可是总有人在拥有感情时不懂得珍惜，甚至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。无论对方怎么付出，他都习以为常，视若无睹。他以为只要自己回头，对方始终会傻傻地在原地守候。可是再浓烈的感情，一旦伤了人心，就像有了裂痕的镜子，再难复原。任你追悔莫及，再也回不到当初。俗话说，树怕伤根，人怕伤心。捂热一颗心，常常千辛万苦，可凉透一颗心，却是轻而易举。世上最柔软的是人心，因为柔软容易受伤。世上最坚硬的也是人心，因为坚硬难以挽回。不伤人心是对待感情的底线。古人云，君子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底线是做人的根本，反映一个人的人品和为人处事的态度。底线是我们行走江湖的通行证，没有底线的人终将处处碰壁。做人要牢记三个底线，即不丢尊严，不耍心机，不伤人心。冯骥才曾说，一个人只有守住底线，才能获得成功的自我与成功的人生。人生在世，守住底线才能守住人生，守住底线才能赢得未来。愿我们保持希望，守住最后一道底线。订阅美听，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。